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妮娜。今天呢，我们在惠提尔来参观莱纳的一个新盘。那这个盘呢，据说是非常非常的火爆，刚上市不几天就卖出了很多哈。那我们现在参观的呢是二号户型，二号户型呢是2200尺左右，四个卧室的。那这一边呢，同样生活空间都是在楼下，那楼下有一个卧室，楼上有三个卧室。那惠提尔这一边呢，交通非常方便，非常的近华人区，比如说罗兰岗啊、圣迭戈 Valley 啊、海西安娜都非常非常的近。那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惠提尔医院，也是很多很多我们国内的喜欢来这边生宝宝的地方哈。那这边呢就是生活出行都非常方便。好了，现在跟我一起参观吧。